哎，买来缴200号，来买了一个200元的全家福袋，然后希望等一下我们开箱里面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耶、yeah! ！统一的泡面，不知道，你现在拆开看看。我摸到统一，我有点完美主义。他说有超过价值200块的东西，真的，我觉得有泡面哎、欸，我不想要泡面了。啊，破掉了！从那边死，帅，怎么破了？科学面呐、啊！啊，真的有泡面。科学面。泡哎、欸。哦，排骨鸡面。排骨鸡面。架子哈、啊，这个架子有，你看查理王有没有？对啊。还有保温杯骗我。他说有人抽到保温杯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把它通通拿出来。那我这可以移出吗？你把它通通拿出来。是什么、啊？新贵派。新贵派也不便宜。巧克力的。还有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李子啦，啊，蜜饯哦，还有饼干，福袋，讲一点，还有多利多汁，好、哦，就这样而已了，没了。还有你的科学面，这样200块，200，超过，应该有吧？有啦，有超，这样有超过200啦。怪派，这样多少钱？啊，等一下，他说里面有那个啊，变，哦，在这里，有吗？像这种，这是礼券哎，是吗？应该超过200，我有点清库存，有点这种感觉，是什么？我看，兑换券。没有不动，是他呀，这里啊，对对对，没有啊，那个要先折起来啦，这个也是一个折痕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不能撕到破掉的痕迹，好，打开，粘成，为什么样子？那一张应该也是有钱吧？哎、欸，我再撕一次，这边切开了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就这样，从这里，从哪里？这里破掉，哎呀，他干嘛嘞？对，这张什么？然后正另外一面中间你可以撕开，没有东西呀、啊？没有吗？青草茶啦，大哥给你换青草茶，带比较好。这都是骗钱的。明谢惠顾，明谢惠顾。